近晚上11点钟的起家的时间。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二香，对，看来，哇，这是我们天津市的妈祖文化联谊会，以及青岛市的妈祖文化联谊会，以及福州的马尾天后宫等等，进到我们的现场。好，这是我们海外的。是，那么今年呢，咱这个大家妈祖调金进香，特别过年有，不只是有来自咱全台湾各地善男信女，包括着这个海外以及中国大陆，也有真侪妈祖庙咱的游客来给咱赞助慷慨，这嘛是这个奉迎的。